准备影片，你们真的很努力很用心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就看你们的咯。里面还有四年级，对不对？多一把老骨头还要跟人家好，接下来看你们的表演咯。掌声欢迎亚大秀，恭喜你。
过一点机会，好了，不要忘记了。谁要有第一？时间。